突然感到呼吸没有主张，我突然觉得双脚没有力气发软，我突然眼睛呆呆地望着前方，耳朵也听不到任何人对我呼喊，心脏就快要停止它的转动，装在我没有空气的胸口里头，身体像临时的都一直发抖，瘫痪的嘴巴问我自己说，我怎么能够陪伴我的爱情，全世界都对我不爽，时间就随着墙上停掉的钟，抛弃我一个人在黑暗之中，电话的铃声划破我的胸口，毫无客气问我说，我怎么能够陪伴我的
船。